哟，陈大姐，打扮的弄妖艳了，要去约会呀？想把你换了，我随时都可以。滚！谁？你表妹来了，你就歪起了呀？我滚！那是你自己弄饭去。走喽，走喽，走喽！表哥，看下我的头发像不像港风？嗯，漂亮，今天巴适。哎呀，春花，你觉不觉得这身衣服都配不上我的发型和妆容了？不得不得，好看得很了呀，配得很。哼，我看你是不想我买衣服啊才对。你鸭子啥时候我表妹来了？都马上12点了，今天说随便弄点去嘛，这晚上我得晒鸭子。能吃啥子啊？我还买了个牛肝了嘛，把牛肝来吃嘛。好的嘛。哪家弄大坨，那咋吃？那不吃。要了，那就拿来蒸干燃点，好多血需要泡一下，快烧去。炒糖色，小点火啊。没得问题的。炒糖色要小火，慢慢的炒，炒糊了是苦的。怎么？嗯？嗯，走开，二哥，把香料放进去，烧起噻。酱油，放点料酒，把杆子盖好刀，长几盖，这儿切来好看的。哎，我感觉这个牛肝好粗糙，二哥，我还没吃过。我都没吃过的，说是试一下。下锅。咋个了？是不是弄错了？我没弄过。咋个弄去？有点像黑暗料理呀。尝一下就晓得敢不敢吃了。应该是杆子里面的那个粉粉，还是多香的。看哈今天的黑暗料理。二哥，你看咋个了？咋这个颜色？黑得很哦。啊，你看哈，这是什么形状？爱你的形状。嗯，对头。嗯，多得很呐，够吃了。吃吧。哎，海鲜面。嗯，这海鲜面调的好。夸自己夸。哎，不夸啥子来的？你还吃？今天是不干不赢哎呀，还没晒鸭子，加水再晒。尝一下，这个味道如何，陈老姐？黑暗的，黑暗料理。黑暗的啊，它猪肝味道一样的，我觉。嗯，好吃。妈妈。我放点海椒。你不放海椒，你不吃。你要吃点。嗯。不要讲的哈。要的。幺儿要吃肝子不？牛肝，很好吃啦。牛肝是什么？不要吗？不要。吃瘦肉。这是牛的肝。还有羊肝。妈妈。哎。妈妈。看我干子嘛。你要吃。老肉。你要吃过了？快吃噻！要吃完了，好乖。你啊，眼睛蒙蒙，满嘴巴都是，快吃。吃睡午觉了哈。尝一下。对了，外边说冷得很。